而备受关注的捕蜂捉蛇业务，花莲县从九月一号起，捕蜂捉蛇案件正式的委外办理，让消防员也能够回归救护的执勤。而消防局就表示，未来民众只要打119报案，再转交业者到场处理，同样也都不会向民众收取任何的费用。消防局自强分队消防队员张修伟表示，以前常收到要捕蜂的工作，自己曾经一天最多有六件出勤摘除蜂窝，都是一个人处理。而早期的装备十分闭室，非常闷热之外，要在蜜蜂数量太多，还是有可能钉穿装备，被蜜蜂蛰，就像被火热的针扎到一样。109年哦，我们总共执行了3000多件哦，然后到今年的话，一月到八月份的话，总共有2110件哈。那这个有关于这项勤务哦，占了本局的一个同仁哦蛮大的一个作业时间哈。如果能够将这个工作交由专业的一个机构来做执行委外执行的话，那我们消防人员在紧急救护哈，还有消防救灾以及教育训练的部分，将有更多的时间来充实本身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能哦，以及技术啦。委外业者指出，花莲县共有26名人员在县境内待命出勤，一个乡镇市会有2个人来负责，若忙不过来，会再加派人员来进行处理。我们每个区域都有同事，然后就是每个人的区域，就是我们平均一个县，一个乡有2个同仁。那如果说他2个人跑不过的话，我们附近的同仁、其他乡的同仁就会过来帮忙做捕蜂抓蛇的工作，这样子。在消防署推动下，委托专业单位执行。民众若遇到蛇或蜂，勤务随意处理，可以拨打119或1999为民服务专线报案，再转报专业单位。而委托业者也会配合有识别证以及专业器材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